来不体验的，是实作。我们凤梨在台湾南部是以在大树是那个最大宗，大树的凤梨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土壤，还有我们这边的水质，土壤跟水质啊。对对对，所以种出来的凤梨会完全不一样啊。这个为什么会放这边放一撮？这个就是我们要等一下要种的那个凤梨果。哇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先种，不是采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就是要种下去，像是插根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插根的。凤梨苗啊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凤梨。对，它会变成一个凤梨。哇哦，种下去几天才能吃？几天？要574.5天。574天哦。哎，那差不多是快两年了，一年半了，一年半，一年半。为什么有0.5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农夫起得太晚了。哦，所以要多种半天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这是题外话的那个。哦，所以要种一年半哦。对，一年半才有一颗凤梨开可以吃。哇塞，那这样整个根期时间也很长哎。非常长。Nicky， 我们今天要种3000个凤梨。那么好，所以我今天带来我的凤梨眼睛。哎呦！哦，我戴这个眼睛，我种的凤梨是一定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真的吗？要特别签名一下。所以547.5天之后，我会来拿我的凤梨。贝阿六，六六六，我们三弟妹啦。啊，伊这咧怕摔跤的。哈哈进红来进几档啊？那要讲讲，我从10岁就开始拢伫红来走。都是拢来走啊。啊，所以进红来应该有50年吧？应该是。我真的，他种凤梨种50年了，厉害！那我肯定有去过，大哥应该比较多了。啊，我进红来就要都开始变哪？就要开始爱吃十八宝。哦，好。是安怎？咱台要吃这十八宝？你加防晒？不是啦，防晒不是哦。哦，保湿吗？保湿，加土壤保持水分。对对对，甘水啦。哎，甘水多是伊个湿度。湿度。好好好好，了解了解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啦 ，OK。他就搁摕摘下来嘛，对吧？你给现在的再来工作就是要拿凤梨苗，对，凤梨苗插在那个洞里面，好，凤梨壳摘呀，摘呀就是种苗的意思。可是我好像听到了台湾人吵架的声音，摘呀，摘呀，哦，那是摘呀，那是你摘呀，唔摘呀，那是知不知道？哦，不一样，对，摘呀，摘呀。这是骨类吼，爱煮煮。好不好？爱煮煮小花煮煮，要斜斜的，往后，往后拉一点，有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的后面啊，就用力，用力插进去，盖起来。前面头土有没有？安呢？拨进来。安呢？哦，立起来。哦，安呢？哦，先斜斜的，斜斜的，对，用力一点呐。哇，这样子插进去。我刚木条，你摸摸看，看摸你动不动啊？有没有一样？哦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Oh, Nicky, oh no, my fault. 你看它的很紧，你的很烂，对不起。用力。哦，这个有了。你有蛇啊！你很烂的你。哦，我去。Yo, bro， 赶快叫了！我很认真种凤梨的时候，你给我这个蛇干嘛？阿公蛇，我操！盖一发的人。每次来到就是杰威跟浩去台湾各地一些地方啊，就可以体验这些事情，感受这些事情，然后就充满的感动，然后就觉得会有一个真的感谢的心对这些 farmers。你们是花了547.5天长大，可是我是。50秒以内吃掉，有点拍摄，我下次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慢慢吃。
弄好了吗？弄好了。我有准备一下那个什么童仔鸡。童仔鸡是什么？凤梨童仔鸡，你们太辛苦了。阿伯比较辛苦啦，我们种没几根好不好？要请阿伯一起去吃啊。对啊对啊。阿伯一起，阿伯咱来来来来，要到。一起。让。不用啊，底下我经理要。啊，准备凤梨啊。哦，栽培的。我爱栽培的。凤梨，哇，那个厉害！看它下面是凤梨，上面是凤梨。哇塞！ 凤梨烤鸡，凤梨烤鸡，哇，对对，吃的时候有那种凤梨香的味道，凤梨本身甜度很高，对，然后水分很多，经过烤箱加热之后，它的一些凤梨汁啊，就会留在这个鸡的上面，对，像我们一般烤鸡，我们最后还会上色，是，就会抹一点麦芽糖，是，涂抹在那个鸡皮上，这样，然后再进去回烤，是，让它的颜色可以。 烤得很漂亮，但是因为凤梨本身糖分很高，所以应该就不用了。所以它腌制直接天然的就上色了。哦，在肚子里面还有塞凤梨哦。哇，趁着我让大哥在戴手套的这个短短的 timing， 我们先来喝一杯凤梨。好哎，好哎，哎，哦，好热，好潮，热太哦。这个凤梨就是我们金钻，金钻17号，对，你可以做出来一个凤梨蜜。 超清凉，喝下去好舒服哦！哇，哇，真的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好喝，哇！这一杯啊，凤梨蜜喝下去之后，真的全身清凉。我们要不要先干杯，跟大哥干杯？谢谢，清凉一下。来，拆起来，拆起来。里面有塞一只凤，哦，整个凤梨心在里面。鸡肉对鸡肉很好，非常棒。嘿，要用剥的比较好吃，它这个有。 这个纤维，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你用剪的，你把那个纤维就剪断，就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。鸡腿一定好。好哎，这个，哇塞，你这个是对你最好，最棒，对，谢谢。最棒，谢谢。所以现在才把它拍好，我们就给它拍好。饿了要吃都没有拍好。嗯，Nicky赚到了，你看。哇，来来来来来来来 ，Oh my god！ 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之前就在 Costco 买过，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比，这没办法比啊！哇，我觉得呢，这个应该要这样吃，还要再挤一点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哦哦哦，这样让整个凤梨烤鸡的味道更十足。凤梨经过加温之后啊，它的甜度会更高，然后水分 ，Oh my god！ 哇塞，你看，完完全全的整个凤梨鸡，很厉害。吃烤鸡，我个人最喜欢吃皮。 嗯嗯，因为那种皮哦，那种酥脆感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真的。皮的那种酥脆，然后呢，散发出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香气。刚刚我淋上那个凤梨汁，很清爽啊，让你很容易入口。然后鸡的那种酥脆感，哇，这手扒鸡真的是太好吃了。从那个叫什么？哦，从 on 出来，就是一个烤鸡，然后就看清楚，中间有一个凤梨，我就不知道它怎么弄的，那个就哇。 我就傻眼了，然后这个里面的凤梨让这个鸡肉更甜，然后这个皮更脆，太好吃了。然后那个就是太 juicy 的一个 chicken， 然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烤鸡。我本身是在做这个养殖的部分，对，餐厅要去做这个凤仔鸡，再来找我，然后我再给他们辅导说，哎，那要怎么样烤，我再提供原料给他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一般民众来这边是吃不到的，对，吃不到。哦，了解。只有我们特别。我们吃完鸡之后，我们应该要来吃一下甜点，哇，也是我们在地的那个凤梨干，比较刺激的、比较小颗的，没有办法外销的，是，我们都把它拿来做果干。哎，有比较 smoking 的感觉，跟你讲，就是有烟熏的感觉，浓烟木头下去烟熏的，难怪。 有真的有浓烟的味道，还有一点这个不加糖，你吃起来就有甜度了。因为本身凤梨就很甜的，其实都不用加糖，就算这种凤梨蜜，像这种本身都散发出的甜度都是最自然、最新鲜的。
是用黑布的盖吧？对，遮阳黑布的盖吧。然后、啊、这边为什么长果实没盖啊？这个已经盖了，你看、哦、用叶子把它盖起来，当做它的帽子，保护它以免晒伤。哦，就是这一种的绑法没有失传的。哦，我都听懂了，所以这个意思说用这种把它整个竖起来，然后防晒的，这是最传统的方法。对对对，每一束啊，每一颗果实啊，都绑得非常好，一束一束的很整齐。田都地地呢，有啦，田田。这片安尼往来种偌久啊？遮头过一礼拜后就会啊。哦，所以这往来已经种要年外嘛？对啊，已经年外嘛。你今仔早起甲阮讲，爱上少爱年半较好多，对嘛？好，爸啊，咱即摆来挂往来哦。阿爸安怎看？好，无啊，对啦。哦，就这几有无？有小看，有无？你上爱爱一片，黄一半以上。哦。一半吼，黄啊一半以上，听阿姐。OK OK。哦，我若穿这几也一只对无？对。你帽子。对，啊，就再拆起来啊。安尼甲丢开，这回收可以利用啊，回收可以利用，回收可以再利用，这算高的，哦，咱若报就无落，报就无落，好，啊，你先挂看卖，免哪挂，免挂，用下来就，咱这要家己啊，唔是要外销的，那外销就，哦，我这今麦要外销日本的呢，因某在日本啊，哦，安尼，然后老婆在日本，要寄去日本，要怎么？行，爱挂上，哇，啊，今麦安怎，咱袂使甲搭，用甲搭，用我平平了。啊！即卖人咱交外销，我相信伊即卖因用咱今仔啊交因着爱面啊台正好装。哦，对对对。爱面装即卖因只着爱去。搁少一间。搁少一个。哦。哎，安怎？安无人看，唔安怎？对，够有新鲜呐。新鲜啊！无你，而且规礼拜四五工啊，拢肯定有。哦哦哦。是安尼。哎，你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下面这里是要看一下哦，这个你看，太阳下里面是黄色的。OK， 才可以采。OK， 我们要吃的就直接用折的就可以了。上面这种用一用这样。OK OK。哦，一声很清脆的声音，清脆的声音。这个也要寄给我老婆？没有，方法不一样啊。寄给你老婆要留多一点。啊 ，OK。啊，我们晚上要用的，对。所以这个你要分好哦，你不要记错，会烂掉哦。啊，这个也可以的，这个也可以的啦。可以哦。来，你可以给你吧。好好。怎么样？等一下要用。上面。下面对。下面，折下来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拔到了，耶耶，完仗剑，你要收多少，我们帮你啊，差不多那个篮子三个篮子，好好来来三个篮子，那个三个篮子哦，可以哦，他用折的就好，这样用折的就好了，来你可以来分工合作，开始了，一二三，你去做起来，你去做起来，你去做起来，阿家温哪来？知道。有没有很大小风？这个最大的最大的风风那边，这个这个是小的。这个脚是最小的，放这个最难。削完就像凤梨冰棒一样，哦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很甜。一般我们都在店里会比较吃这个小颗的，一样一颗凤梨那个那么大，对，它生出来那么小，对，嗯，精华都在里面嘛。如果在沙漠里面，然后突然捡到一只凤梨，哇，好像。是一种这个很这个想象力太好了吧，一种救命，我觉得这个从刚刚咬下的第一口就有这种感觉，然后咬下去，他救了你的命，那种感觉你看，哦，都是水分一直滴一直滴，哎，水分都很多 ，Nicky， 那是我的口水，今天咬这里的 ，Come on bro。